多彩多姿的身影在晴空底下散发出自信的光芒，他们一同为了 LGBT 族群的利益努力奋斗着。据调查， LGBT 族群在社会中约占了 5% 到 20% 的比例，有些人认同他们，有些人反对他们。近年来，许多国家陆续以法律保障 LGBT 族群的权利。目前世界上已有18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，而在台湾，多元成家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。而这个议题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？让我们从浅层的几个问题中聆听社会大众的想法。蛮认同的，不排斥。认同，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人性啦，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体内都有这样子的百分比，只是多跟少。同性恋啊，同性恋看什么同性恋？就你问的问题只对一半。是，你的看是只说性别还是？不是，是要真爱，真爱的同性恋我才赞成。嗯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赞成会赞成？我觉得是可能从小家庭的环境或是学校的环境，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观念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只有男生跟女生可以相爱这样。是比较保守，觉得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因为什么因素？不支持啊，有他的立场啊，就好比说你宗教啊，但是呢，他同性恋不是他愿意的，听懂意思吗？懂。所以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宗教。对对对。我有感觉，因为我也是有 gay 的朋友，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可能会比较女性化一点。这个应该当下会有一些冲击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儿子，我本来曾经怀疑说我大儿子有可能是那种同性恋倾向，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，但是事实上后来没有了哈。那我是觉得说，基本上还是会尊重，可能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我也比较像男孩子，那我觉得在某些部分上，可能别的同性，就是异性跟我同性的女生，她也会觉得喜欢我，也曾经有啦。那我觉得基本上来讲，我可能在别人我会接受，可是我自己本身可能不太接受。虽然这里有一点矛盾啊，但是至少我还是可以就是保持一点距离，或者是说还是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好的相处。我很开心，我没有多开心，我很开心。发展是慢慢会，大家都会慢慢接受。现在同性恋 gay 啊，就越来越多，慢慢会接受。我希望就是随着时间，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真正尊重跟包容，就是身边不一样的人，就不只是同性恋，他可能是，比如说，他叫做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词叫什么，性，第三性是吗？第三性，特别包括这一些，对对对，就不是对单一的族群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有更奇怪的，不是更奇怪，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觉得经过时间，我都可以去接受这一个事情。还会有就是有合理空间给他们，合理的空间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你绝对要合理化，听懂吗？他不是愿意，他不愿意的啊，不是他的错啊，我一强调不是他怎么会错？除非他是一个完全是观念上的错误，就要教育啊，要教育，慢慢要导入啊，正确的方向啊，要教育啊，听懂吗？所以你就是比较期许，就是比较合理，教育然后教育要教育。好，谢谢。同性恋对我来说是一件
接受的事情。就是进来之后就觉得其实也还好，就是大家都有自己想要不喜欢的人嘛，就是会影响我们自己。就是我们小万我也是啊，他没有遇到而已，所以就觉得还好，就还 OK， 就这样子。最后所导致的结果是一个经过理性思辨后的结果。